美综合报道，有无重力神乳之称的日本 AV 天后高桥生死于 AV 超绝美少女小岛男近日造访台湾，两人刚好在花莲强震后访台，遇到了多次野震，他们也为灾民祈福，并表示若有需要一定全力以赴的帮忙。高桥圣子前年刚出道便在有 AV 奥斯卡之称的 BDM 大奖中夺得多项大奖，奠定先后地位。据苹果日报报道，高桥圣子自此之后越拍越有兴趣，也坦诚家人一开始对他的工作感到很担心，但之后一家人关系变得更好，现在父母很认同他的工作，而小岛男更是已出道七年但抱持偷偷出道偷偷隐退的心态，但之后也爱上这份工作并向父母坦白，幸好父母理解他的想法并鼓励他人品比职业更重要，有了家人的支持让他坚定地说要排到第欧巴桑，让高桥圣子担心他那时会动不了。对此小岛男信誓旦旦地表示不会让自己受伤，两人也透露拍片时的艰辛。小岛男表示因收音问题现场不能开空调，有次在炎热的天气下拍摄让他全身大爆汗，回想起此事他娇嗔道人家超担心腋下有很多汗很丢脸耶，但他也很感谢工作人员对他们很体贴，让他能安心地完成拍摄。小岛男希望能拍片拍到第欧巴桑。反射自小岛男推特，高桥圣子为许多人心目中的女神。反射自高桥圣子推特，高桥圣子左于小岛男访台。反射自小岛男推特。